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Sofia Sofia Corridor。我是设计师陈佳，今天就让我来带你们参观这边工程的进度吧。哇，那么多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这些沙哦是用来用在旁边这边，这边杂草之后我们会除掉，然后我们会铺成蒙在地砖。然后看到这个网吗？这个网叫 BRC 网，我们会先铺好沙，然后以防万一那个地上下沉造成地砖破裂。陈姐，你在做什么？大姐，大姐，看到这个板吗？这个板是为了保护原装地砖我们铺的哦。现在我们就进去看看里面的工程吧。工程已经进行到第三天了。现在进行的是第五天。这边的设计到底是怎样？是。我每颗镜头也是一样会有丝丝的，一样会有十二分，然后两位公司都有一个标准哦。我们会事先给自己准备这样专业的体验图，知道体验图还会准备这样子专业的3D 效果图，让物主可以事先去想得到它的纸成品效果会是怎样的。就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些物质的最后成品是怎样的吧。记得点赞加关注我们，拜拜。